那这首梦粉丝带的歌曲，聊得太开心，几分钟有时候我忘记了。这首歌当时大家的耳熟能详的方面，对吧？通常这个时候，台上没有掌声，感觉还蛮寂寥的。会有点像在什么情节啊？哎，这个最近很愉快吗？我不快了，可能就是暗装。来，准备好了。